大家好，我是中文咨询网主持人叶子。 FiCon 是下一代网络隐私计算安全的关键，当前数据已成为基础性的关键战略资源，正在颠覆全球社会的发展模式。然而数据的大范围应用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数据安全。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去中心化的网络才能真正解决数据安全的问题，而在此网络基础上进行多项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是解决数据安全问题的关键。被誉为 Web3.0 时代基础网络协议的 IPFS 将为隐私计算提供成长的沃土，而 FiCon 分布式存储具备多项技术属性。 FiCon 网络每天都在存储着大量的数据，每时每刻都涉及了非常多的证明，因此 FiCon 网络必须孜孜不倦地提供存储效率。而运用 ZK-SNARK 可以帮助 FiCon 使用更少空间提升存储效率。保证安全必须依靠多项技术的融合、创新与落地应用。 FiCon 除了 ZK-SNARK 零知识证明这项隐私计算技术加持外，别忘了它原生就具备区块链与 IPFS 技术属性和高度安全去中心化的技术特点。 FiCon 作为去中心化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的有力工具，由于其加密特性，在隐私保护领域有着天然广泛的应用。区块链与隐私计算的技术互补性强，互相结合后能够构建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种数据共享的信任机制，确保隐私计算的不可篡改性、可验证性和数据的保密能力。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生态环境上来看， FiCon 可从根本上实践数据可用、可信、不可见的可行性都能得到很好的验证。正因为如此， FiCon 也许是 Web3.0 时代最先能被规模化商用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